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先看第一小题。第一小题，他说哈，求过这个点，而且斜率是3的直线方程式。好，那我们就用那个点斜式，哦，点斜式呢就是 y 啊哈，减掉多少呢？ 2等于斜率，斜率是3乘以 x 减一。好，那我把它写成一般式的形式，我把 y 移过去，就3x。减 y， 减3加2减1等于0，这是第一小题。好，再我们看来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的话，他说哈，通过这一点，而且跟 x 轴平行，跟 x 轴平行的话，等于是 y 坐标固定的，所以呢，这一题哈，直线是 y 等于什么呢？固定的值是2，所以第二小题是 y 等于2。